死啦，仲有边度可以搵到灵异地点呢？哦，依家有好多人都讲紧 ChatGPT， 我可以试下用呢个嚟搵灵异地点噃。What？ 傻佬，因为你冇 Surfshark VPN。吓，咁灵异，我都冇揿过任何掣 ，Siri 做咩自己弹出嚟嘅？你想用 ChatGPT？ 呢度有 Surfshark VPN 特别优惠嘅 promo code， 一定可以帮到你解决你而家嘅问题。你话系就系啊？唔信？你可以按下面的连结试下。咁咩系 Surfshark VPN 先 ？Surfshark VPN 是全球发展得最快的 VPN 品牌，在100个国家设有3200多个伺服器，可以全方位保障你的个人私隐以及网络安全。重点是你而家用 Surfshark VPN， 随时随地想用 ChatGPT 搜寻你所要的嘢，又或者你去到哪个地方旅行都可以无国界地观看 Netflix 等等串流平台。吓，有冇咁劲啊？仲唔止，只要有一个账号就可以连接晒所有的设置。现在点击资讯栏连结或使用我的 promote code LionGMargo， 按下面的连结购买的话，除了有特别优惠之外，还额外赠送3个月和提供30天的免费退款保证，还不快点下载？那我不下载怎么办？想你生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鬼咁好瞓系列，我是马高。鬼咁好瞓系列呢，顾名思义，我会带大家去一些猛鬼荒废的地方，那里睡一晚，住一晚。咁瞓觉咧系人体能量最低点，亦都系最冇防备、最容易吸引一啲嘅灵体朋友入侵人体嘅身体嘅时候。咁所以咧，今日我会带大家嚟到呢个黄竹洋村。呢、這个黄竹洋村咧，其实喂，其实依家大家听到咧已经系好大风，成个村落都荒废咗唔知几年啦，因为都未有一啲嘅资料显示佢系从几时开始荒废。嗱，呢个黄竹洋村咧，其实已经大大话话有350年嘅历史，其实如果数数埋埋都差唔多清朝。但呢个黄竹洋老村咧，喺呢度西贡四大最富裕嘅地方，咁亦都系相传咧系非常之猛鬼。其实网上流传好多啲嘅灵探人士嘅走过嚟，咁亦都见到一啲嘅所谓嘅黑影飘过，以及经过某啲早嗰阵时咧，闻到大阵一啲嘅臭味，唔知咩味嚟嘅。咁不约而同，有大部分嘅灵探人士咧，佢哋都系姓李。而呢个黄竹洋村，正正当年仲有人住嗰阵时，呢度大部分咧都系姓李嘅，即系李氏一个村落。更有传咧，有人话呢个黄竹洋村啲村民一夜之间消失。咁如果真系根据一啲嘅资料显示，香港喺日占时期呢条村落咧已经系俾日军占领咗。咁之后呢度咧被开发一啲嘅石矿场啦，咁令到呢度嘅农田消失。咁自此之后咧，咁呢度嘅村民逐渐去搬嚟呢个地方嗰度。不论呢啲传闻系真啦定系假，但系我依家身处呢个位置咧，的的确确佢已经荒废咗好一大段時間。我相信咧，呢度周圍附近有一啲樹藤纏住，亦都有一啲嘅山精山梅喺度。咁我哋依家入去睇睇先。好，入到嚟呢個黃竹洋老村。基本上咧，大家都可以見到咧，呢座老村咧已經被所有一啲嘅樹藤啊包圍住噶啦。好 ，Hello， 有冇人喺度？咁因為前一陣子咧都落雨啊，咁所以令到氣氛方面咧，我諗係更加恐怖。睇睇先啊，嗱呢度咧其實有啲似之前去百年紅屋嗰次，頂咧都爛曬嘅，但係都仲可以望到以前嗰啲背包啊。呢、這個應該係雪櫃啊，喂，都幾耐歷史，你見到一啲嘅鏽跡咧。咁誇張就知啦。嗱，頭先咧有一件事都幾搞笑嘅。影完開場白之後咧，突然之間咧，聽到遠處有啲人聲喺度自浸自浸。之後過咗幾分鐘之後咧，見到咧原來一隊車隊，我諗應該係行山嗰啲越野車隊啊，咁咪走咗過嚟啊。之後問我咩事啊，咁我同佢講過嚟拍嘢嘅。之後嗰位阿哥咧就問我：，哇，一個人你唔驚嘅咩？咁犀利，好。咁你加油啦！咁佢自己就咁样走咗啦。哇，大家可以望到咧，以前嗰啲铁闸啊。喂，我哋终于嚟到一间屋嘅位置咧，咁就终于有啲样可以睇下啦。咁仲有睇到以前嘅咩啊？金玉满堂，金玉满堂，金玉满堂。
喂，突然之间有啲声，唔知咩声。我一入嚟咧，先发出嘅声音嚟嘅啫。系咪有人喺度？系咪有人喺度？系咪有人喺入边？暂时没有发现，但系头先咧，好明显咧系有啲声嘅。唔会有啲露宿者走过嚟瞓啊？我哋上一上去先啊，应该仲稳阵嘅条路。咁今晚咧，仲要走过嚟呢度去过夜啊。咁所以咧。我哋都仲要揾啲地方。傳聞中咧，有啲人走過嚟啦，話去到某間組嗰度，咁就聞到一陣臭味，唔知咩臭味啦。一啲嘅碌架床擺曬好多啲雜物。據我所知咧，2012年呢條村最後一個村民阿福伯咧，咁都仲喺呢度嘅。咁當時日頭咧，好多人走過嚟去打 war game 啊，去探險都有嘅。咁搞到個福伯咧，應該最尾都搬走咗自己度。個屋咧都幾多一啲嘅酒精啊，啲樽啊，佢我諗呢個屋主應該都幾中意飲酒喎。呢度既然咁多啲嘅靈異傳聞啦，我睇睇 EMF 有冇反應先啊。嗱，呢度有冇朋友仔喺度？如果有朋友仔嘅話，介唔介意俾啲反應我？我前面有部 EMF， 你哋可以點下佢嘅，或者呢邊啦。呢度有冇朋友仔？呢间房啦，因为其实始终荒废咗。哇！大家见唔见到啊？一把铜钱剑，我唔知系咪以前啲人会攞嚟去驱鬼定系点咧？嗱，因为始终荒废咗咁多年咧，我觉得点都系会有一啲嘅灵体啊，咁就。聚集咗喺呢一度，始终呢度有瓦遮头啦，系咪？会唔会呢啲神台为照友呢 ？OK， 嗱，睇睇先，2015年嘅日历啊，嗱 ，EMF 暂时都未有反应。我哋去另一边嘅黄竹洋村，哇！今日真系啲风好猛啊！大家聽唔聽到頭先有啲砰砰聲啊？佢令到一啲嘅鐵板咧撞下撞下，搖下搖下。有冇一啲嘅高齡人士睇到一啲嘅靈界朋友啊？因為我依家入到呢個位置咧，已經感覺上有啲唔舒服噶啦。地下咧都幾多地雷，咁又係動咗一啲咁嘅神台喺度啦。哇！呢度。剛才大家見面到一些的蝙蝠這裡上上去的，但可惜呢個梯就已經爛了。這裡也有人在這裡宵夜，這麼有趣，這邊也有，為什麼這麼多位置都有一些的插香燒香的位置呢？這麼奇怪。喂，門口有靈界朋友剛才照到，因為沒有任何一些影而令到他有火柴人的話，其實靈體的機率都挺大。那如果這些位置呢，咦，哪裡朋友仔，你是不是在這裡啊？你會在哪個位置啊？另一間房位置。哇，還有烏鴉。跟剛才一樣，這裡應該正常都有個神台的。哇，那之後隔離。喂。
佢哋都幾低飛下，因為上面全部都係蝙蝠嚟嘅。可以睇埋呢個位置，全部都係一啲嘅蝙蝠嘅棲身所，真係好恐怖。即係老實講，冇鬼有期啦，真係。哇！呢度開始有啲似樣啦。哦，大家見唔到啊？前面喐緊嘅樹枝啦，咁即係證明今日真係好大風。咁睇下呢度先，呢個位置，喂，神台，有神台 ，OK。好，即係呢度係擺架撐嘅地方嚟，個架布嘅地方嚟嘅噃。嗱，唔知今晚咧會唔會遇到所謂之前一啲靈探人士所講嘅，可能見到一啲嘅黑影啊，又或者聽到一啲嘅女人聲音。哇！係，大致上啲房咧同頭先係差唔多啊，往樓上嘅樓梯都冧曬啦，基本上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现在就揀了其中一间祖屋的二楼位置，今天做过夜的环节。在过夜环节之前，我们先会进行这个灵魂合资的时间。现在设置的东西设到七七八八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坐的就是一些金银以及一些溪钱铺在地下那里，希望今天睡觉的时候都是可以更加容易吸引一些朋友仔，以及搭嚟咧，我有一支比較大支嘅，呢個就係七日燈啦，一啲嘅回魂夜啊，會使用嘅燈嘅，咁就可以燒足七日嘅蠟燭啦。嗱，咁我哋依家聽一聽靈魂盒子究竟會唔會收到一啲嘅朋友仔嘅聲音啦。我想問呢間祖屋會唔會有一啲嘅靈界朋友仔喺度？聽到好似話有，我想問呢度大部分嘅靈界朋友仔，你哋係咪姓李噶？聽話係啊，我聽到話好似話係。咁你哋住咗喺呢一度幾耐啊？大約？我聽你話七年，各位靈界朋友仔，你知唔知道呢個村落係咪一夜之間所有村民係消失同埋離開嘅？呢個傳聞係咪正確嘅？唔係啊，聽到話，我聽到話好似話唔係。我再問多一次，你哋係離唔離開到呢個黃竹楊村㗎？本身邊個？我純粹係路過，咁啱想過嚟呢邊咧，去瞓一晚啫。咁就今晚就打攪曬啊！咁呢個就係馬仔啦，馬仔就負責緊一啲嘅朋友仔啦。咁如果有朋友仔接觸佢嘅話，佢手手腳腳咧都係會發光嘅。呢個就係時間啦，依家時間係1:56，隔離仲有一支嘅七日燭。我哋呢邊咧亦都 set 咗一個 ramp pot 啦。咁如果 ramp pot 有反應嘅話，就好似依家咁啦，係啦，佢就會咁樣響嘅。之後咧，我哋呢邊咧亦都 set 咗一支 cam 啊，咁擺咗喺呢度。咁角度咧就可以望住呢個範圍嘅，呢度三號 cam 咧，呢度咧，咁啊最主要咧係可以望呢一欄嘅位置嘅。咁今日咧，我哋睇下可唔可以究竟感應到一啲嘅靈界朋友仔啦，開始瞓覺。
瞓得幾犀利下。頭先咧感覺上聽到啲聲喐緊喐咧，之後 rap 歌就響。我咁终于瞓醒啦！今日成晚感觉方面咧，真系有少少瞓得唔系好舒服。最主要因为咧呢度太多一啲嘅昆虫生物，咁呢样嘢系无可避免嘅。始终呢个郊野地方同埋呢个村落都比较遥远啦。咁成晚感觉，我觉得最奇怪系有时 REM pod 会突然之间响。咁其实响都唔系好奇怪，喺佢响之前咧，我听到先前就有啲嘅声音，之后佢跟住响啦。咁我觉得会唔会系有啲朋友仔？咁啱入嚟望我去瞓覺，覺得係咪有啲奇怪咧？同埋我聽到一啲 BB 聲，我唔知道相機收唔收錄到啊。咁如果收錄到嘅，大家就聽下究竟係咪啦。今集到此為止，中意朋友仔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 撳埋隔籬，有興趣隨時通知你哋。
記得 follow 我 Facebook 同 IG， 下集再見喎，拜拜。